1937年8月，中日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侵略者扬言三月亡华，速战速决。但是中国军队、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把日本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淖之中。那么抗战后第一次明确提出打持久战战略思路的是谁呢？他就是一代儒将蒋百里将军。他在1937年初就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日后白崇禧、毛泽东等人的相关言论理论都有蒋百里思想的影子。蒋百里，名方振，字百里，浙江海宁硖石人，1901年留学日本，经初级军事学堂毕业后进入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时，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天皇的佩刀又被中国人赢得。回国后，蒋百里才气很快就名满华夏，一次自杀事件更使他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还没亮，时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召集全校2000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其人必有其运，性格刚烈的蒋百里竟奇迹般生还，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国防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国防理论著作，这部著作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蒋百里提出了三大观点，在后来的抗战史中居然奇迹般的一一验证。第一，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他讲和，进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战时日方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坚持长期抗战，主要是依靠外国的支援，于是制定了以破坏第三国对中国的支援为核心内容的国际政策，使其停止从军火和道义上援华。日本外相广田抓住希特勒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这一特点，到德国到处游说，指责蒋介石政权跟苏俄打得火热。蒋介石的抗战是受了斯大林的唆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中国抗战的态度由同情中国转向怂恿日本侵略中国。为了摆脱外交困境，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蒋介石于1938年初决定派儒将出身的外交家蒋百里出使西欧，同日本展开外交战。蒋百里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第二次出访欧洲，开展外交以争取外援。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是拉拢英美，分化德意日。当时德意日三国虽然没有正式结盟，但这三个法西斯国家却有着紧密的合作，是事实上的盟友。要破坏他们间的合作，可见其难度之高。但是百里将军却在这样的前提下成功地分化了他们间的合作，使得德意两国与日本的合作不涉及中国的问题，并争得了宝贵的外援。抗战期间，德国卖给我们的150毫米的大炮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火炮，还有意大利的战车等等，都是中国抗战前期重要的装备。意大利人还在南昌帮助中国人修建了飞机工厂，帮助中国人安装修理战损的飞机。蒋百里将军以一个弱国之使多次出使西方，成功地为当时的民国政府争取了较大的国际空间和支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抗日的进程，写就了一代儒将弱国外交的传奇。回国后，蒋百里将军担任陆军大学的代理校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38年病逝于广西宜山。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结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实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蒋百里先生的聪明是大智慧，在对日抗战方面，他脚踏实地地研究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这个命题。